Hello， 水瓶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水瓶座的朋友们从5月16号到5月31号的双重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请记得，这是一个大众能量牌卡解读，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的状况跟细节。我会建议你呢，听取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好了。那能量呢，它是永恒持续的在变动，所以它有可能是你过去已经发生，现在在面临或未来会遇见的一些事件，好吗？好，那呢，如果呢你是新来的朋友呢，我会告诉你我会建议你，你可以回顾几个月前的这个能量。因为能量我刚刚有说过会持续变动之外，你也可以不需要局数，比如说你的星座，然后或者是日期，我觉得你可以呢去看你觉得特别有感觉的标题，然后呢去做一个综合讯息的参考，我觉得对你也是会有帮助的，好吗？好，那有很多人问我说我到底是应该要参考什么样的星座，太阳、月亮、上升、金星都是可以参考的，好吗？好，那在今天开场之前呢，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们呢，我会建议你去追踪我的 IG， 原因是因为呢在 IG 我会及时回复你的一些状况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比较有更多的近距离的接触，那我也会在即时讯息跟大家分享很多我生活上面的故事之外呢，也会有一些心灵短语，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有趣的事情会跟你们分享，好吗？那如果你来加入我的 IG 呢，你还可以跟我一起来共同讨论我们的这个广播主题， OK？ 好，那在今天呢准备要开始之前呢，有一些讯息要告诉这个新来的朋友，就是呢请记得把这些开场讯息看完，原因是因为频道很多更新或者是有最新的消息，或者是比如说我可能办一些活动，我都会在前面讲完， OK？ 那呢还有就是每一个星座都会有一个开场讯息，我们会先看看天使跟宇宙有没有一些开场讯息想要先给哪一个星座的朋友们来做一个提醒，类似这样的感觉，好吗？好，那在今天开始之前有一件事情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我是买了这个桌布，所以你们可能可以体验看看，就是声音会不会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声，比较 OK 一点点，也可以欢迎你们到IG 告诉我，好吗？那另外一个是有一个朋友是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应该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就是他们觉得说我洗牌声音太大，或者是可不可以不要洗牌，可不可以像其他的解牌的人一样，可以先把牌预先抽好这样子。好，那我来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好吗？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你会发现我解牌的方式是我会先抽第一副牌卡，把牌卡全部放在桌面上，告诉你这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还有你遇到的挑战，还有可能会遇到的状况。那如果假设说我今天呢你来看我这个频道，我就是按照这些牌卡就跟你讲完了这就是我的见解我读牌的结果。那我个人认为这不够客观，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我经常会拿第二副牌卡出来再解释一次，告诉你说宇宙在这个现阶段有什么样的验证牌卡要告诉你，也就代表说这不是我一个人在这边讲好像这件事情就应该这样，而是我觉得我们要透过第三方的人，有点像是第三方的证人来看看这个能量到底是不是吻合， OK？ 好，所以你会发现你在看我的影片的时候，常常会有相同的这些牌卡出现，其实这个就是宇宙在验证给你的一些讯息， OK？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定会及时抽牌，我一定会现场抽牌，因为这就是我解牌的风格， OK？ 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我必须跟你说声抱歉，那你可能要去看其他的频道，因为我不可能会改变我的解牌的方式，除非像上次狮子座的朋友们比较特别一点点，那我就不会用我传统的解牌方式，我完全就是按照我自己的直觉，宇宙或天使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样对你们来做有一个宇宙的验证牌卡，你现场看到，你亲眼看到，我觉得这对你们来讲才是公平的，因为这些讯息是你们需要的而不是我需要的，而我的角色只是负责传讯的这个人，我只是负责帮你们解读这个能量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啦，我自己会觉得说不好意思处女座工作很规嘛，我会觉得这样对你们来讲说会比较客观，也会比较公平，好吗？好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会现场洗牌，如果你觉得我洗牌很大声，我会尽可能把牌 拿到旁边洗小声一点，或者是你也可以考虑快转，好吗？那如果你觉得我的声音有点太小，也麻烦请你戴耳机，原因是因为我本身也是戴耳机在做录音，所以有可能有些时候这个耳机的角度不太对，所以收音可能就是这个星座比较大声，这个星座可能比较小声，我也跟你说一声抱歉，但我非常非常欢迎你们到 IG 来给我任何的建议，我绝对会虚心受教，但是请记得要礼貌，好吧？因为有几个人真的蛮没有礼貌的，好，那呢我们就准备开始吧，前面的赘述很多，不再赘述所有相同的问题了， OK， 好，水瓶座的朋友们呢，我个人觉得我在读能量，比较紧张。好，水瓶座的朋友们，我觉得你的能量还是稍稍有一点点沉重，或者是有一点点滞留，但是我觉得这是很余韵的，你懂我意思吗？余韵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海浪打来之后已经开始慢慢在变小了， OK， 这就是有那个余韵的感觉，
但是还没有到平静。OK，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能量有点像是余韵还是存在的，但是已经快要到平静的那个阶段了。OK， 那他让我看到的是大海，所以我觉得我就用大海形容这个感觉给你听。然后还有一点是我看到水瓶座的朋友们，你们最近很适合跟水元素的东西靠近，例如说去泡温泉啦、泡澡啦、冲澡啦、去海边玩啦，然后去游泳啦，这个很适合你们。原因是因为你们现在非常非常适合透过水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疗愈、洗涤能量上面的转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断让我看到海边、海、温泉水这样的感觉哈。所以呢，我也觉得说这一阵子你可能可以带蓝色的饰品啊，或者是蓝色的服装，或者是比如说海水蓝宝啊、拉力玛，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蓝色的水晶啊，都通都 OK OK， 看你们自己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好吗哈。然后但是他们叫我提醒水瓶座的朋友不用全身上下都同一书好吗，就统一衣服也蓝的，裤子也蓝的，鞋子也蓝的，不用这样。他们说有一个东西是蓝的就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给我看到有一个人全身穿蓝的，不用这么激进好吗，我冷静一点点。虽然水瓶座我们朋友们不怕怪异，但是他们说不需要这样子，就是由这个元素存在就好了好不好。好 OK， 这可能是要给某些比较接受度程度比较高的水瓶座朋友们的讯息好不好。好 OK， 那我再读一下下。然后还有就是我有看到白色，我觉得白色可能也蛮适合你们的。我觉得因为这个白色让我有一种很平静很舒服的一个感受，所以我觉得白色、水蓝色、深蓝色或是浅蓝色 anyway 任何的蓝色都蛮适合你们最近的这个能量场好吗。我就把这个讯息传递给你们。好，他们说 OK 就这样直接开始吧。好 OK， 这能量场如果进来很碎，我们就会马上进入到这个解读的状态好吧。没有错，你看你的宝剑六，我的天哪，水瓶座的朋友你们终于要出关了哈。哦 OK， 等等等等，我已经看到底牌了，但我现在不想跟你们讲。好，我先来调整一下牌卡 OK。 好，那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新买了这个桌垫，所以我并不是很清楚，我觉得你们是收看的人，你们可以给我一些建议，看是不是声音比较好，比较 OK， 跟以前比起来，或者是你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桌垫太花了，牌你看不清楚，或者是怎么样，我尽可能去做一个调整好不好。好，但我个人觉得跟我桌子还蛮大的，我也蛮喜欢的 OK。 好，那水瓶座的朋友们，为什么我很替你们开心，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是余韵，原因是因为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了好不好。来，这两周你的挑战也就是这个圣杯三，你看到这三个人非常开心欢乐在庆祝，那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也就是这三个牌卡。最后我告诉你，你在这两周即将迎来或目前不知道的是噔噔噔噔噔噔也就是这个钱币石，你知道吗？终极钱币石，你在等待就是这个啦，哈，好不好？我知道水瓶座很多朋友们在楼下哀哀叫，在楼下留言哀哀叫。我觉得一切即将要重新开始了，重获新生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前面讲是余韵，我一次一次解释给你听，好不好？我觉得呢，大部分有一部分大概70-80%的水瓶座的朋友们，你呢已经从上两周或上一两个月的状况离开了，因为你们已经可能做出了实质的决定，做了一个改变或做了一些什么的举动。我觉得你们的状况目前已经算是解除，但是没有到完全收尾 OK， 这就是给我的感觉。但是由于我觉得就是整个状况不错，所以我觉得也算是可以一个举杯庆祝的这个状态啦哈。等于是说你也从这个困境慢慢要脱困了对吧。那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余韵呢，还是有点存在的原因是这边有一张宝剑六好吧。 Sorry， 我有时候呢，我知道有些人觉得我讲话很快，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第一，我讲话本来就很快，第二，有些时候讯息来的时候很快，我想要一次不漏传达给你们，所以我讲话速度可能很快，如果你觉得太快，你可以用慢速 0.75 去看 OK。 好，来，这个呢宝剑六就是你已经从这个余韵，你知道吗，你已经从这个波折当中你要离开了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读到这有一点余韵，但是它还是有点存在，因为你有月亮牌卡还有钱币六在这边，这让我感觉是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影响，但不大好，不大。那在现阶段的能量牌卡呢，我觉得你就是在一个修复的状态好吗。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处理到一个段落了，你也终于就是我觉得敞开心胸去做出了这个决定，你觉得或许很伤心很难过或者是很失落，请你套用你自己的形容词 OK。 在我们频道的朋友们，请你们灵活运用你们的脑袋，套路你们自己的状况，套路你们自己的形容词哈。好，来，那接下来呢，为什么我会说这个状况有一点点还是有点涟漪的原因，是因为这边有一个恶魔牌卡，这边有一个宝剑四，代表说你正在修养，你正在跟这个最后的阶段进行一个拔河。那有些人我有讲70-80%他们可能已经走在前头了，有20-30%的水瓶座的朋友们，我觉得你现阶段还在这个恶魔牌卡跟这个修养升息的这个状况好吗，还有这些情绪上面的波动，还有
有你可能在计算你在这个状况里面的利弊得失。 OK， 好，那这未来的状况呢，你已经出了一张死亡牌卡，死而复生死而重生的这张牌卡已经出来了。 OK， 你未来光明的未来就在等着你。原因是因为呢，这边我会告诉有些水瓶座的朋友们，我觉得由于你们的脑袋啊，动得很灵活，所以等于是说，我觉得啦，你们多多少少还会是去回想过去这些发生的状况，或者是这件事情，可能对于你的情绪上面来讲还是会有影响。所以这边有一个圣杯六，然后这边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节制牌啊？对 ，sorry， 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因为我没有在记他们的名字哈。好，所以呢，我觉得你正在做一个情绪上面的收尾，就像他拿着这两个圣杯，那你也在回想过去的美好的回忆。可是你知道这些东西，他应该死亡牌卡嘛，就是他走向死亡了，他要有一个新生了，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好，那最后这两周你目前看不到的，也就是这个钱币石。OK， 好，所以我觉得呢，一切能量算是慢慢从我觉得比较灰暗的部分，慢慢走向比较亮的光明的未来。因为我记得水瓶座的朋友们好像是从一个什么小太阳，然后变成一个大太阳，然后现在终于走到钱币石，所以我非常替你们开心。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在这两周宇宙有什么样的验证牌卡要给我们水瓶座的朋友们，好吧？好。OK， 好，来，快！我觉得水瓶座朋友的这个能量开始变得很顺，跟我前几周的这个卡卡滞留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好 ，OK， 这边呢验证我们这个圣杯三的，也就是这个就是吊人牌，你知道吗？因为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吊人牌验证了你们这状况很准确的原因，是因为你看这个人是吊过来的，他脑子很清楚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做。也就是说，你虽然之前有点停滞住，但你的脑子有在行动，你有在思考我到底要该怎么样往前做，往前走，才能够让这件事情有一个着落，或者是让这件事情有一个新的开始，好的发展。因为你这边有一张死亡牌卡嘛，对吧？好，那你要庆祝，这是你这两周的挑战。为什么庆祝是一个挑战呢？原因是因为你敢不敢让这件事情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就是你的挑战。你有没有办法把你这个脑袋里面所想的这些东西化成一个实质上面的行动，实质上面的决定，实质上面的改变，实质上面的付出，实质上面的一些想法也好，化思想为行动啊！我觉得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这样去做的话，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欢庆的这个结果。但是前提是你有没有走这么做，你敢不敢这么做？原因是为什么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最后啦，如果假设你就是很幸运走在这一波能量的水瓶座的朋友们，那代表说你真的是勇敢的往前走，你做了一个实质上面的选择跟改变，所以你的人生，你的未来啊，开始朝向光明的那一面，你有没有很激进？好，但是呢，我会告诉你，唯一会阻碍你达到这个欢庆的圣杯三的原因，只有一个阻碍，就是你自己。好，为什么会是你自己？我马上指出来给你看。这个人吊在这个上这个就是绳子上面嘛，对不对？他倒着思考，他知道说我现在有很清楚的想法啊，我知道我该怎么做啊。但是重点是你注意看哦，他用他自己的手把自己的脚抓住了，他其实放开手你就可以下来了，你就可以站好了，对吧？但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脚绑住。 OK， 所以这边再次提醒水瓶座的朋友们，这件事如果有任何困难，你就是那个最大的困难。 OK， 好，不要说我没有跟你讲。所以你这个手得先放开，让你的脚落地，你才可以向前走，你才可以有一个改变，你才可以朝向新的方向。这就是这一张吊人牌给我非常强大的力量，你就是唯一自己的那个阻碍。 OK， 好，来，接下来在过去的能量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宇宙有什么样的验证牌卡要给我们水瓶座的朋友，好吗？拿远一点，是不是你们听到洗牌声就不会那么大，好不好？我也是有认真在改进的。好 ，OK， 好，我觉得这些验证牌卡出来的时候，让我一点都不意外。OK， 为什么呢？来吧，来吧，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好，他们说叫我这样子按照这个顺序。OK， 好，来，我们刚刚有讲嘛，这个是宝剑六，这是月亮牌卡，这个是钱币六。我觉得在这个状况当中呢，你已经想离开了，所以他呢，这个人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人是划船的，他想要划船离开这个状况，他想要离开。你从他们的背影可以看得到，他们其实有点落魄，你懂我意思吗？还有重点是前面有插了好几把宝剑，他们说呢，叫我跟你解释，你知道这边前面插了很多支宝剑，然后你划船想要离开，你懂我意思吗？然后这个就有点像是，你要突破你的怎么讲？你要他们好，我整理一下，他们的意思是说，叫我给你看，这是一片海，好了，你们在海上划船，对吧？你在很多情绪里面，波涛汹涌的情绪里面，你插上了六支宝剑，你要让你的宝剑领在前头。原因是因为你看哦，这宝剑不是插在后面哦，不是插在旁边哦，它是插在这一条船的前面。
代表说你要让你的理智引导着你向前走，你才有可能离开这个困境。OK，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特别指出这六支宝剑在前面的原因，这是他们叫我特别拿出来跟你讲的。所以你必须让你自己的理智领在前头，你才可以离开这个状况。不然呢，你深陷在这个情绪的大海当中，然后你看你又抽到这个月亮牌卡，你又抽到说这一段关系当中或这个合作方案当中或这个状况当中，你付出了多少，你计较了多少，你看这个人拿天平在秤呢，我给你多少，你给我几斤，类似这样的感觉。然后你又觉得说过去的这些情绪你没有办法消化，所以你得让你的理智领在前头，你才可以从这些状况当中或你现在遇到状况当中顺利的脱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告诉你，你已经在余韵了，你得往前走，那你是你自己唯一的困难，你该怎么做，我觉得你自己心里比我有数，对吧？那这个印证牌卡我觉得非常合理啊。你看你这边有一个这个宝剑十，我告诉你，这不是很明显吗？你包都宽宽的被罩啊，你的包袱都准备好了，你家当都背上了，对不对？你都已经走一段路了，你已经准备要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讲说你的余韵已经快要到一个平静的阶段了。这边是你的家，你已经离开了这么长的路程了，你已经准备出发了，你要离开了嘛？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跟你解释的，你从图面看就可以看得到。那接下来呢，你看哦，为什么我会说这几张牌卡解释的非常好的原因是，这是女祭司，然后这个是钱币八，这个是钱币侍者。好 ，OK， 你看你正在思考我该怎么做比较好，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要让你的理智走在前头。那女祭司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智慧，能够去运用她所有身边的资源状况的一个人。那她是一个很冷静思考的，她是一个我必须要跟你讲，她也是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方向的。他们叫我特别给你看这个东西，这边呢，他们特别跟我讲说，这边指出这边有一个东西，这边是一个十字架。他们说，如果你们有宗教信仰的，十字架应该是基督嘛，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是有宗教信仰，然后这边有佛珠哦，好，不管你信奉 佛教啊、基督教，或者是你有任何宗教信仰，他们只是叫我指出这个象征。好 ，OK。他们说，如果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朋友们，他们会建议你，如果这个状况你觉得自己无力去处理，或者是你需要一点外力上的帮助，借助你的宗教信仰，或者是比如说你的教友，或你有共同信仰的朋友来帮你一把，也是 OK 的。这是一个额外的讯息。但是他们知道说，其实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该怎么做。可是重点是哦，你知道吗？这个好学生他要考出一个好成绩，他要像比如说考到榜首好了。那他得自己付出这些努力，你自己很清楚知道你该怎么做的。然后呢，他们叫我特别指出这边有一个蜡烛，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到吧，这边有个蜡烛，他把这个小小的蜡烛拿在手上，这个代表你手中的希望，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已经看到这边有另外一个蜡烛，这个蜡烛也在这边点燃着，对吧？好，其实你是想要点燃这个希望，你想要朝向一个新的开始，只是你自己在想，好，我该怎么做，我接下来该把这些，比如说假设好了，我之前在这边损失的，我是不知道你损失什么，或者是你觉得失去什么， anyway， 我觉得你自己去思考，套用你自己的状况，我觉得你现在在思考我到底该怎么做，我该把这些东西拿回来我自己身上。那接下来这个钱币，也就是我所有的资源，我的情感，我的爱，或者是我的一些身边的人脉，或者是你身边拥有的所有的资源，你会开始在想我到底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分配，或者是比如说你该怎么样去投入， OK， 你就不会再想说，我应该好好爱自己，我每次都爱别人太多，然后他要求我做什么我都无怨无悔，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就有点像是你想要拿回你自己的力量，你会开始认真思考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值得你投资的，好吗？那这边呢，这八个钱币也就是代表你注意看哦，1234567 8，八加一等于九，九是什么？钱币九嘛。那你最终我是不是有讲吗，你即将迎来看不到的是这个钱币十。我告诉你，这些所有的牌卡完全印证了，如果你脑袋有一个很清楚想要去的方向，你得实际去执行，放下你对你自己的枷锁，也就是你手必须从脚上给它放掉。然后呢，接着呢，透过这个钱币八，还有这个钱币侍者八加九之后，你就会来到终极的钱币十。这些牌卡完全就是在印证一个顺序 ，OK 吗 ？OK， 好，来，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好不好？好，我觉得水瓶座的朋友们蛮好的，你不要困住你自己，尤其是这一个倒吊人，我觉得没有人给你任何的困难，你就别为难你自己了，好不好？好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有什么样的验证牌卡啊，要透过我来传递给这个水瓶座的朋友。来，我们看一下，好。好，那个这三张验证牌卡呢，分别是这个权杖四，然后还有这个我在讲什么？权杖四，对，权杖四，还有权杖九，然后还有这个宝剑五。好，我告诉你，在这边呢，这几张牌卡给我的感觉啦，哈，这张我先这样解释给你听好了。
来，这个呢是宝剑二，这个是权杖九。你知道在这一段过去你处理的状况，也就是遇到的关系或人事物或者是情感好了，我觉得它让你其实是有点受伤的，好吗？好，讲实在话就是受伤吃亏也好，或者是觉得不甘愿也好， anyway 你自己套用你自己的形容词，所以你现在是想要保护你自己，你不想要再不想要再吃亏也好，不想要再单方面付出也好，或者是不想要在这样子在这段关系或状况当中感到无力感也好，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告诉你这两张牌卡互相印证，原因是因为你在保护你自己，你拿两把刀在胸前，谁过来你就砍他为什么？然后呢这边这个权杖九呢，你看你高高在上，你这个表情，你看他的脸就是很不屑，说你不要过来啊，你过来啊，我现在就拿这个棒子打你，你懂我意思吗？你这边有一个权杖九，就是你在这个围栏后面保护你自己，你拿着这两把剑也在保护你自己，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应该是说到了一个段落，你也跟这个状况做一个切割了，你也觉得说好，我做了这个决定了，所以现在你有点感觉像是你在保护你自己哦，我不要再去全心全意爱一个人哦，哦，我不要再这样傻傻的只有我一个人付出哦，哦，我不要每次投资的时候我都是唯一的那个阿凯，就是凯子，就是专门付钱的那个哦，你懂我意思吗？你有点在保护你自己，我觉得你现阶段的能量场有点在保护你自己，而且但是这边有一个很强烈的讯息要提醒水瓶座的朋友们，不要过分的保护你自己。我的保护是指，当然人要有保护自己的这个意识跟机制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变成是完全关起来，不给任何人一丝的机会，好吗？这就有点过了头。好，这边是宇宙特别要告诉水瓶座的朋友。好，那在接下来呢，你看哦，你刚刚呢在现阶段能量场我有讲嘛，这个余韵会离开，那只是说你偶尔会去想到说啊，我还是有点受伤，我该怎么样去疗愈这个状况，我该怎么样去处理，然后你还会去回想啊，你们之间的状况跟关系。这个宝剑四、宝剑五还有这个恶魔牌卡，我觉得啊，这边啊有一部分水瓶座朋友们是遇到人际关系，所以这边有很明显的，你看这边就是一个链子把这两个人绑在一起，上面有一个恶魔在控制他们，你会觉得说如果以人际关系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这段关系有点难分难舍，对你来讲有点像是虐恋，你懂我意思吗？像虐恋一样，你看这边好像有一个恶魔操控你们，然后你们两个势必注定就是要被绑在一起，有点像虐恋，你知道吗？这件事情让你很头疼很烦恼之外呢，你又觉得你很想休息，你真的觉得很累，所以你躺在这个床上，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哦，这上面有三把剑，这三把剑是让你痛彻心扉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好 OK， 好，那如果呢你不是在看这个关系的话呢，我觉得不管你是在遇到一个合作的状况，或者是你计划未来，或者是比如说你们有什么样其他的状况，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让你觉得你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为这个宝剑五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有点像是说这件事情让你觉得很麻烦很头疼，可是你现在暂时觉得说它终于告了一个段落，你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可是我觉得过去的这些应该怎么讲，过去这些事情为你带来的这个阴影也好，或者是阴影会不会太严重啊就是阴影，或者是有一点怕怕，有点恐惧，或者是你很害怕在受到伤害， OK anyway 你们放入自己的这个形容词， OK， 我觉得隐隐约约有点在你的心里抽动一下，我的感觉是这样，好吧？这是这个牌卡给我的感觉。或者是比如说你投资失利，你不敢相信你这个投资的伙伴，类似这样的感觉，你就不知道说我该不该再相信这个人，你懂我意思吗？或者是你该不该防备这个人，我的感觉是这样。好 sorry 打了个嗝好，那这边呢有一个权杖四，这张权杖四的牌卡就是，其实啊我觉得你现阶段能量就是因为这些所有事情已经到了一个快要一个段落，或者是已经到了一个段落，我觉得你内心呢就是想要像这样子非常开心，可以欢唱，对不对？我们刚刚这边有无限畅饮的圣杯三，对不对？那这边呢有这个权杖四，权杖四就是你看你在迎向一个彩虹稳定的未来，你这个帐篷多么的漂亮，都是彩色，旁边还有火把，这边还有极光，然后这两个人还拿着乐器在这边唱歌跳舞，对吧？这个就是你想要的啊，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这段关系是开心、快乐、满足、稳定的。你想要这个投资是大家都得利的，大家都可以共同来庆祝的，对吧？你希望你投入的这个时间跟精力，你能够比如说考上一个好学校，可以跟你的朋友出去吃好的，像我们刚刚前面开始讲的嘛。所以你接下来未来你已经看到有一个稳定的希望，比如说你考上什么理想中的学校，类似这样的感觉，你懂吗？这就是你想要的。你现阶段的就是在酝酿这些东西，你在迎向这些东西 ，OK 好吗？但是需要一点时间，水瓶座的朋友们不要操之过急，好，这边是另外一个宇宙的讯息。那我们最后来看未来的这个能量牌卡有什么样的验证牌卡，好吗？好，我刚刚在讲什么好像有点打结。这个牌卡我们来看宇宙有什么样的验证牌卡要给水瓶座朋友。好 OK，
好 ，OK， 好，很快的。水瓶座的朋友们怎么都多拿一张牌哈？怎么这么好 ？OK， 好，那我们验证牌卡分别是哦，我的天哪，你看宝剑二验证宝剑二 ，OK， 好来，那这边呢圣杯六，圣杯六验证圣杯六 ，OK， 好，宇宙有很认真在帮你工作哈，我先给你看一下，我看还有什么验证的牌卡，然后这边是这个，好，这边没有。OK， 好，来，请注意哦，水瓶座的朋友们，你看哦，你在过去，我们现在是在验证未来的这两周的能量嘛，就是这一周过后的两周之后的能量。你看，你这个呢，圣杯六验证这个圣杯六，宝剑二验证这个宝剑二，好，宝剑二是验证这里嘛，这边给我的这个感觉有点像是，就是像我一开始讲的。这件事情虽然好像已经有一个解决方案，你也知道该怎么做了，可是这些事情有点余韵，隐隐约约的继续牵扯着你，你偶尔还是会有点心烦意乱。OK， 所以呢，这个让我的感觉就是，虽然这件事情告一个段落了，可是你还是偶尔会被这些东西来纠缠。但是哦，前提是为什么我会说你的困难啊？这两座的困难为什么会是这个圣杯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前面是有讲，你的困难唯一就是你自己，对吧？好，你看哦。当你如果假设你是属于那一群还没有完全彻彻底底做完决定或做出实质行动的水瓶座的朋友们，我在这边要特别的提醒你们 ，OK？ 你会被这些东西一直不断的缠绕，但是别忘了，你手上有两把宝剑，这两把宝剑，理智的宝剑拿出来砍断它之后，挥断它之后，这个眼睛被蒙蔽的部分就会张开，这些乌鸦就会离开你，这些缠绕的枷锁，这些线就会被斩断了。所以刚刚是有讲，你所有理智走在前头的这些宝剑要拿出来用，拿出来用，念三次 ，OK？ 这个宝剑二验证宝剑二，你在现在跟未来的能量，你正在走向这个阶段，你得靠你自己的决心、跟理智、跟毅力去走向这个你想要的未来，好不好？哈，所以这边是一个重复验证的牌卡。那为什么会说这个圣杯六验证圣杯六呢？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我觉得你现在在做的这个决定，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不太简单，好，不然呢，水瓶座的朋友们，这个故事不会拖这么久。那这个呢，圣杯六跟圣杯六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看哦，我刚是有在想嘛，有在讲，你在想。我们过去有多么美好的回忆，我们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过去如何如何，你懂我意思吗？你看，你从这个小朋友变成一个大人，这狗狗也长大了，你们曾经陪伴彼此多时，你曾经付出多少东西，你曾经花费多少时光，这些都是在过去，但这些都是回忆，好吗？我必须要告诉你，这些都是过去跟回忆，它只能留在过去，它没有办法跟你一起走到未来。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哦，这个人啊，这个合作对象不能跟你走到未来，哦，你要听清楚，我的意思是说过去就是已经过去了，它没有办法被改变。如果你现阶段的能量是这样子，你要如何走向这个崭新的未来？你要如何去用理智处理你现在的状况？你只能从当下这个点做出这个决定，做出这个决定才有改变未来的可能，但绝对不可能有改变过去的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你得把过去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情绪或者是想法或者是美好的回忆 anyway 我不管它，你必须得先把它搁在一旁。你得去想想看，你做的这个决定，做的这个计划也好，或这个行动也好，怎么样做对你来讲才是对你未来有帮助的？这是最后要告诉水瓶座的朋友们的这个建议，好吗？好，好，来，那刚刚为什么会说你会在这个情绪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原因是因为这边有一个节制的牌卡，这个情绪就会像在手中一样，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你懂我意思吗？然后重点是你的脚还踏在这个水池里面，你懂我意思吗？我刚刚是不是有讲脚很重要，水代表情绪，你正在来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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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调鸡尾酒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在干嘛，就是你拿着自己的情绪在那边弄自己，你懂我意思吗？你把自己的情绪玩弄在手中，但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有讲，你得让这个理智走在前头，对吧？走在前头，你却把自己的情绪拿来像在调鸡尾酒一样，这边来这边去，这边来这边去，然后这只脚还给我踏在水池里，好吗？那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个脚？我们当时有讲的，一开始就是这个能量。如果你看哦，你在这边玩这两个杯子，那你怎么不想看看怎么样可以到达这三个杯子？你懂我意思吗？你在那边玩弄自己的情绪，玩弄自己的情感，把自己搞得波涛汹涌，然后人仰马翻，然后情绪来又去，来又去，那你在干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要怎么样从这两个圣杯走到这个圣杯三？我觉得完全就是取决在你，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圣杯三是你自己的考验，你这两周的挑战，好不好？好，那你注意看，为什么我指出这个脚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OK？这个人抓住他自己的脚，你又把自己投回这个情绪，那请问一下到底要怪谁？所以我是不是有讲了，你这两周的挑战完全是取决在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那个最大的困难。还有你注意看哦，
这个吊人牌他在这边思考的时候，他是很清楚知道，我把这个手放掉，脚就可以下来，我这些想法跟这些行动就可以往前走，往一个新的方向。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对不对？那他们叫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如果你是现在尚未做出决定，或者是决定并不明确的水瓶座，我必须要告诉你，你可以回去看过去这两周的这些讯息，你会发现你一直在朝向一个光明未来的方向，可是你有没有持续的前进？ OK， 你有没有持续坚定的前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OK。 好，原因是为什么他们叫我指出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这边又藏着一个太阳， OK。 那他们问我他们要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要特别指出这个太阳，原因是因为你去注意看你过去这两期的视频，你会发现你的太阳是从很小的远方，我记得那张牌卡好像是从很远，你从海面走出来要朝向那个光明的未来嘛，对不对？后来我记得你们有抽到好像是太阳牌卡，完全是终极的快乐。然后呢，如果他们要我告诉你的讯息是，如果你继续要再把自己的情绪，你在这边情绪拉扯，这边没有办法下决定，把自己的手绑住在这里的话，我告诉你，你继续在这边调你的鸡尾酒吧，你的太阳就在你的背后，你没有办法转身走向这个太阳。如果你继续在对你自己做情感上的操控，或者是这边有另外一个讯息是，如果你再继续任由对方对你做情感上面的操控，那我就必须告诉你，这个太阳在你背后，你永远看不到这个光明的未来。但是你很清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这个人的头上，他是绽放着光明的，这个吊人牌他也是绽放着光明的，你根本就知道你要怎么做，但是你准备好了吗？OK， 好，这就是最后这个验证牌卡。好，最后呢，这张钱币十，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有什么样验证牌卡要给水瓶座的朋友们，好吗？好，我觉得今天的牌卡完全就是很棒，没有任何第二个评语的，好不好？好，来，等一下，有一张牌卡掉在地板上，我来捡一下。好的，捡到了。 OK， 等我一下。好， OK， 好，这张牌卡，哈，哎呀，我的天哪！水瓶座的朋友，我真的觉得难怪我这个频道水瓶座的朋友很多，宇宙真的特别爱你们，好吗？好，好，来，我要翻这个验证牌卡了，你绝对会非常的吃惊，你的下巴会掉下来，请先扶好你的下巴，好吧？来，这个呢，钱币十，也就是你接下来目前看不到的未来。可能会影响的事件，也就是这个终极的成功、开心的快乐，这都是你想要的事情，对吧？我们其实都讲的非常。Hello， 水瓶座的朋友们 ，Sorry， 刚刚呢那个电话它突然断掉了。我觉得这边是一个蛮强烈的讯息，就是我觉得是时候该进行一个切割，好不好？好，那我刚刚会告诉你，你为什么下巴会掉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看到我也有点傻眼，好不好？所以我决定要把这个验证牌卡。底牌翻给你们看，我刚刚看到另外一张牌卡，我倒抽一口气，你没有看到吗？很真实，不做作。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一张一张让我来解释给你听。这两张底牌我先放在这里，先不给你们看。好，来，这个呢，宝剑四验证这个钱币十，我觉得这个宝剑四给我的一个牌卡就是，来来，水瓶座的朋友们，来来来来来，我给你看，刚刚是有抽到宝剑四。宝剑四验证宝剑四，好了，我直接翻牌好了。宝剑六在这里，来，请注意看，宝剑六在这里。宝剑四验证宝剑四，宝剑六验证宝剑六 ，OK， 加起来就是十支宝剑 ，OK， 十支宝剑已经是塔罗牌里面最理智的十支宝剑，都插在你的背上了。所以我觉得水瓶座的朋友们，宇宙应该给你很强大的暗示了，好吗？是时候要让你的理智为你带路向前进，不管做一个切割也好，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刚刚电话突然断掉了。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给我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今天不做一个了断的话，那你的故事就会一直卡在这里。但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个了断的话，宇宙要让你看到一个很棒的结果。这是为什么这个电话会断掉，原因是因为你做了一个切割，做了一个决定，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之后，你会迎来的是什么？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钱币十，对吧？最重要的是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你的太阳牌卡，这是你的底牌哦。水瓶座的朋友们，我必须跟你们讲，我好像在讲一个童话故事，就是连续这两个月，这些牌卡实在是都是顺风顺水，互相呼应的要死，好吗？所以呢，我必须要告诉你，你要得到这个太阳牌卡，这些未来开心快乐
你想要的这些终极的目标，钱币石就代表说你不管在情感上啊，或者是在你的金钱上，在你的生活上各个方面都是达到十全十美，就是这张牌卡好吗？你有太阳牌卡又有钱币石，我觉得你就是在走向这一条道路，但是前提是你得先把你自己的状况解决 OK。 我觉得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是你自己的困难，但我觉得你要好好的深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会造成困难，是不是在这件事情当中最困难的那个人就是你，好吧，就是你要自己去好好思考一下。好，那最后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钱币四，不，宝剑四印证宝剑四，宝剑六印证宝剑六，这个我都是刚刚抽的牌卡，你们也都有看到，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很多人那些很多人叫我不要洗牌的，我真的是也不太懂。好，原因是我不管他们，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自己的解牌好吗？小抱怨一下，好了，我没有抱怨，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这样比较，我觉得就像一个实境节目，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不想要。好像就是先把这个牌卡抽好，我觉得水瓶座的朋友可以了解我的想法 OK， 因为我们是朋友好了，还趁机拉一下友情。好 OK， 好，那这边呢我觉得很简单，这个钱币四我没有讲了嘛，你可能是已经修复完成，你已经可能解决了，但是你就是会觉得说做出这个切割你会很心痛。但是哦，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要告诉水瓶座的朋友们，我可以很理解很明白，我并不是说这个切割你一定要跟这个人一刀两断，或者是你绝对要跟这个合伙人怎么样啊清算哦，不是这样的。你做什么决定那是你的权利，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未来，你本来就有权利去做一个最好的选择。我们只是负责帮你告诉你我们解读这个牌卡，就像是你正在要去走上一个旅途好了，我们给你一个地图，我们给你一个 map， 你可以去看你要走短的路，还是你要走绕路，还是你要走直线的那一条路 OK。 所以完全是你有任何的选择权利去走向你最终这个幸福快乐的未来，对吧？所以我觉得人，我们会一直说重复说人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能够稳定你自己，你是你自己生命的主人，这是我不断的在告诉大家的原因。是因为来这个宝剑四，好，我们信心喊话完之后就来一个残酷的解说前面预防针有没有打了勾好 OK， 这张宝剑是为什么会要我要特别跟你讲的原因，是因为我有讲了，如果你这些东西处理得很好，修复完毕之后，你就会走向一个很光明的未来，前提是你必须得让你的理智带路。那你看哦，我们刚刚有讲做出这个决定可能很困难，可能会让你很伤心，因为这个宝剑三在这边插在你的头上嘛，也就是我们塔罗牌很传统的一颗星上面有三把剑，对吧？但是你看哦，你这个请你注意看一下吧，你这把剑比这三把都还要大，你有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宝剑吗？你是拥有这把宝剑的主人，这把剑加起来可能就没有，加起来还比这三支箭还要粗吧，你可以看得出来吧，从这个牌卡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你是很清楚知道说你自己该怎么做的，这是第一个要告诉你的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你看这边有宝剑四，对吧？你看这个人哦，他在里面修复，他在里面休息，然后你看他这边哦，宝剑四这边有四个刀痕，有四个刀痕，你懂吗？这边有一个宇宙的讯息要我强烈的告诉你，我们知道你们走过这些艰辛困难的过程非常非常辛苦，我们都可以理解，他在你身上烙下了这个疤痕，这个疤痕有可能是永恒没有办法磨灭的，可能会在你胸口上，比如说在你心上，或在你的人生经历上，他会为你带来一些伤痕，就是你知道吗？你看他身体脏脏的，裤子也脏脏的，伤痕累累，但他们要请我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也是因为你是一个勇士，这些伤痕才会烙印在你的身上，好吗？那你注意看哦，这边有个红线牵着一颗心，这个心就是你的心，这颗心呢这边有点小， 我不清楚你们看不看得清楚，这个心上面呢有一个缝，就缝线，你正在把你受伤的心缝起来，你正在修复你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元气大伤的这个元气，你要把它补满起来，所以你躲在这个巢穴里面正在休息，好吗？好，来，那这个宝剑六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刚刚有讲了，你要让你的理智走在前头，对吧？你要让你的理智走在前头了。原因是为什么呢？你看哦，这张也是宝剑六，那你看你现在这一张牌卡是坐着要往前行，你要让理智走在前头。那这边是狂风暴雨哦，但你看哦，这些乌鸦正在帮你，它拿着一条线牵着你，要朝向一个新的方向。这边是沙滩，它要让你离岸的，它不会让你再卡在这边，卡在那个岸边叫做什么？我忘记了忘记了那个形容词叫什么。你看你已经要准备上岸了 OK， 你很难过，你的脸，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脸，看看你自己的脸你很伤心，你很难过，你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尽委屈，受尽折磨，受尽不公平的对待也好，你自己去想你自己的形容词，但是这一切狂风暴雨都即将离你而去。
这些狂风暴雨就是我刚开始一开场的这个开场讯息，我看到大海，你懂吗？我看到惊涛骇浪的大海，最后它慢慢慢慢的平静下来了。你已经要从这个海走出来了，好吗？这是最后宇宙要我跟你验证的牌卡，你慢慢的就会走向这个平静的地方。你看你哦，对，我想起来，那个字叫搁浅，你已经不会再搁浅了。这些乌鸦已经帮助你绑着一条线，要叫你离开这个搁浅的状态，你要到这个沙滩上面来了。 OK， 好，那你虽然有万般的不舍，你虽然有万般的心痛，但是你知道你要修复你自己的心。为什么他们叫我拿这个牌卡给你看？你看他们两个穿一样的颜色，这个女生穿的红色的衣服，这个是你，这个也是你。你离开了这个搁浅的状态之后，你要去修复好你自己的心，这个心就是你自己的心，好吗？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关系跟这个状况当中，我觉得风波算是平行的，事情也算是告了一个段落了。我觉得我记得上次的标题是事情即将告一个段落嘛。我觉得在五月底，我觉得其实差不多风波就要平息了。所以我觉得水瓶座的朋友们，你必须，如果你是那个走得比较慢的水瓶座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们可能要尽快的跟上脚步之外，那如果是已经走在前头，事情已经结束落幕的朋友们，我觉得水瓶座的那些朋友，你应该要好好的去照顾你自己，好吗？给你自己一点时间去修复，给你自己一点时间去消化这些所有过往的这些曾经，好吗？但不要担心，我们就要迎向我们的太阳，还是要精神喊话一下，还有我们的钱币石，最终呵呵，我们会一起举杯庆祝，好不好？这个这么光明的牌卡，应该不用我本人多多解释吧？哈，好，来，我们来看你的灵魂课题现在正在学习什么，好不好？我刚刚是语法有点错误哦，你的灵魂正在学习什么样的课题？你知道英文跟中文的文法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真的会倒过来讲话。好，然后呢，我们今天一样会有这个天使下凡来解答 Yes or No 的三个问题，好吗？好，我们来看一下 OK。 那请记得问题跟这个 Yes or No 问题跟问题之间，如果太快的话，我会建议你按暂停，因为我本人讲话很快，好吧？来看一下你这个灵魂的课题。好，来看吧，我刚刚是不是有讲坚毅不拔，坚持行动，勇敢往前，就是这张牌卡。OK， 好，那下面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可以做任何，哦，我的天哪，他下面这个牌，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这个牌卡，对不起，我刚刚啊太大声了，吓到你们。我知道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在我脑子里所想的，我都可以做得到。对，如果只要是我脑子里面所想的，都可以做得到。请问一下，是不是前后验证了这张吊人牌卡 ？See。我跟你讲了，只要你的思想跟你的行为是一致的，你绝对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情。这张牌卡只是重复在验证你所有的故事啊，对吧？你就是你自己的敌人，外面没有别人。OK， 好，这就没什么好解释的。好，我们来进行我们这个天使下凡来解答 Yes or No 的三个问题，好吗？好，好，来，那跟大家讲，这个能量是永恒持续流动，你有自己的选择权跟自主意识，你可以去做一个任何的选择跟调整之后，这些东西答案就会被改变，好吗？这个我讲解很多次了。好，我只是以现阶段的能量场，请天使跟宇宙给你三张牌卡，针对你所问的问题给你一些建议。 OK， 好吗？所以但是这个答案是绝对会变动的，只要你做出一个改变，我觉得你从你自己的牌卡就看出来了，只要你做出一个坚毅的改变，持续的坚持向前行动，你的世界就会变得不一样，好吧？好 ，OK， 有啊，你们有多么激进啊！哈，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他们说这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好，来，那我在这张没有翻哦，没有翻过来，好，第三张 ，OK， 好，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啊，想好了没？水瓶座的朋友们，每次接你们的牌卡，我都非常的期待跟开心，好不好？哎，其他星座我也很期待，好，不要这样，等一下就是我偏心。好了，第一张，我们来看一下天使下凡来解答。第一个问题，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这个答案是 OK。这个答案是 yes， 好，但是呢，请不要误会，我会解释给你听。这个呢叫做不是正确的时间，是指这个答案会是你想要的，可是它需要一点时间酝酿，或者是你要再等待一下下，或者是你要再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有一个讯息是你要再多尝试一点，就是尝试的机会，就是说，比如说这件事情好像有点滞留，你得多尝试几次。好吧，多给你自己几次机会，或者是比如说有点像是说想办法找到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改变这个状况，所以他需要多一点时间酝酿，所以答案是 yes 哦。好，来，我这样解释，你们自己稍微停下来去思考一下，或者是按暂停想一下，哦，你问的这个答案哦，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或者是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地方，好吗？或者是是不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OK， 来，第二个问题，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这个答案是好。
这个答案是 yes， 这个答案是 yes 的原因是这边是重新考虑。我觉得这边的感觉有点像是让我觉得说你要有你要有计划性的，有谋略性，有策略性的去计划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答案是 yes， 好吗？好，来第三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这个答案是，这个答案是 yes， 但这个感觉给我的一个能量场上面这种感觉有点像是，你知道答案啊，那你干嘛问？就你知道答案你干嘛问，你自己心里很清楚，你有一个底，所以这个答案是 yes， 你觉得你的答案是什么，那个答案就是什么，好吧？非常逗趣的一张能量、哦、好 OK， 好，那以上呢就是给水瓶座的朋友们这两周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希望你们会喜欢，如果符合你们的状况，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我都会去一一回复你的讯息，我会尽量在我有空的时候尽快回复，好吗？那我也感谢你们的支持，那有任何问题或有任何意见，欢迎来加入我的 IG， 然后也欢迎来收听我的广播，那我们就下次见哦，拜拜。